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5届 LG 杯决赛的第二盘棋，我是王瑞。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刘晶老师和我们一起啊在演播室关注这个 LG 杯的赛点，因为昨天第一盘棋呢柯洁已经获胜了。是。嗯。好，刘老师，那么昨天好像也是前天也是您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了第一局。没有没有，前天我没有在这里讲。我是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了您在讲棋，也是。我是央视频。啊，就说大家其实很关注这个 LG 杯啊，没错没错，应该是我们春节之前的最后一项这个大赛。世界大赛的决赛了。而且是节前给棋迷朋友们奉献了一道大餐嘛。是的，而且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，这个各项体育赛事都比较少。是的，这个围棋赛是因为我们这个独特的性质，对，可以在线上进行，所以呢这个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。嗯啊，那么我们呢也是先去赛场看一看啊。好的。今天上午也是8:30准时的进行了比赛。啊，这是申敏俊来到了，应该是韩国棋院。韩国棋院，嗯，对，他的比赛赛场应该在韩国棋院。啊，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刚才进场是需要安检的。这个红马甲现在非常的眼熟，各项大赛都看到工作人员会穿着啊。对，这个穿上这个红马甲就表示他是监督人员。是的，啊，这是柯洁九段。柯洁九段在第一局当中还是兵不血刃，对对啊，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，对，可以说是完胜。嗯，而且听说他第一局实际上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。嗯，啊，这是申敏俊大身。我看第一局的时候，跟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申敏俊，他当时穿了一件白色的西装，嗯。他可能是不是想要拿白棋呢？之前啊，今天换衣服了。我觉得他应该就穿这个衣服比较好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感觉看起来人会随意一些，是吧？穿白色那件衣服，很帅气，但是看起来会不会稍微有点拘谨啊？不过也是显示他的一种决心吧，我觉得。有可能。但是因为第一局的时候拿穿白衣服输掉了，第二局就换衣服。要换衣服，是是是。之前我看到采访申敏俊，他好像也比较小小的迷信。嗯。有一次下农心杯的时候，他第一天穿了一件格子衬衫，然后天天都穿。做棋手，我觉得大多数棋手都会有这样的迷信的。对，其实是一种心理暗示吧。对，心理暗示叫得胜服嘛。得胜服是的。然后还有的棋手是，今天如果输的话，就把那件衣服翻过来穿。对对对，是就是就会把他平时的一些习惯给改一下。嗯。无论是换衣服也好，或者是做别的什么也好。对，这一个小小的心理暗示。那么好的，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。嗯嗯，这盘棋是很早啊，今天早上北京时间8:30开赛。对，是因为韩国时间是9:30，LG 杯有一小时的时差。有一小时的时差，对，嗯。然后因为都是准时开赛，那么呢，对这一点对柯洁来说会稍稍的不太有利。对，我们中方稍微有点不利，稍微早了一点。八点半，如果我们赶上这个北京的早高峰，是吧？啊，对，会堵车。你至少得7点钟出发吧，从家里。对。然后，今天这盘棋第二局是柯洁执黑。对。那么呢，这个布局好像柯洁在他现在执黑的对局里面，就近期，好像使用的也算是还是比较多的。哦，比较熟练的布局。对对对。那是这样的，在大赛当中，棋手应该是选择自己比较熟练的套路啊。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在申敏俊呢，就是因为第一局输了以后，据说在网上啊，专门跟 AI 的练了一下那个专门的布局。肯定是因为对考虑到柯洁他喜欢用两个小目，那第一局输掉的时候，在采访的时候也是，我听那个韩国的采访，他们也是说了，说是他准备好的布局，因为是第一局是拿黑棋没有用上，这局是不是就是现在是他的白棋？他的白棋，对，好，柯洁还是拿出他的这个两个小目手脚。然后白棋挂角，白棋挂角，嗯，这个开局也是现在比较常见，比较常见，因为非常流行。哎，这个飞起来，
就是以前的下巴会不会是这种返夹居对对多？对，现在，不管是紧的还是松一点，对对，现在会比较少了，嗯，这现个，在认为不管你夹哪里，对，他都会要飞压，可它能都会飞压。啊，他就会担心这一点，嗯，就是背一飞压，黑可以，棋呢，就背飞压的这一方就感觉有点不舒稍微有点服。局促啊，对，就是说在 AI 眼里面认为，就是如果是你只能这样的话，会这个局部来说啊，这个有跳有飞了啊。我这个在这个局部肯定是会稍稍会受到点压迫，对，嗯，其实真要这么下，这反正棋也也是一很局早，棋啊，也对，还早也哈，是一盘棋，只是说心理上可能稍微有点不愉快。对，对，然后呢，就因为这个心理上的原因呢，这个在这个局部呢，通常来说，现在黑棋是有三种下法，就有一个是实战这个飞，第二步就是尖啊，这尖会坚实一点啊，第三步呢就是直接尖顶，直接尖顶啊，了，对，这个是都有的，对，直接尖顶呢就是取实地啊，对对对，非常的简明。嗯，这盘棋柯洁选的是选小择飞，飞，嗯，小飞还是比较总的来说均衡一对对些对，比较常见，哎，这个也都是可以的，因为现在由于 AI 盛行以来，咱们那个布局其实也是多元化的，好像其实各种各样的选择，其实这个胜率相差波动并不大，是嗯，的。对。那从这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咱们这个围棋啊，还是非常复杂太复杂的。了，即使现在有了 AI，离这个围棋的最优解，或者大家说破解它，我觉得真的还还早还非早，常早，嗯，对。路还很远。好，现在白白棋棋同也样也守了一是，个角，对，也是这个大跳手脚，嗯，那么呢，现在这个可以看见两边是形状是一样的啊，就唯一不同是这白棋多挂了一手。哎，在我们以前学棋的时候，就是两面同行要走棋中啊，这个是就这步拆边好像显得还是挺大如果10年前，我觉得黑棋的下一手应的啊。啊，该对，基本上无是外会乎拆边，这几个点。没错，没错，但是你看这盘棋，没错。啊，黑棋选择点三顶三，三三啊，这先顶是三三。非常典型的这个现代的招法，AI 的招法。嗯，好，可以飞。那么呢，这个我觉得都。可能众多棋迷们可能看的也比较多了，咱们就不在这多给大家介绍了。就是下成这样一个变化呢，基本上是可以说是那个在我们的对局里面出现的最多的那个形状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。其他的就是长这个和飞，就这两个是最常见的变化。对，或者搬了连扳。搬了连扳这个有，就像第一局其实就出现了搬了连扳的下法，但是要看场合，对，搬了连扳呢，也是比较嗯，简明的一种下法对对啊。对对对，实战呢，白棋呢，显然这个是因为下得很快啊，他们那个两位棋手就在布局阶段，这个 LGB 用时呢是每方3个小时，然后完了以后呢是有5次的40秒的对，读秒，40秒的读秒，啊，这哎，个它读四秒，十秒是稍微有点，一般是1分钟或者是三十秒我们比较中国多，的棋站呢，基本上都是1分钟，要不然就30秒。对，然后呢，他们是选择的是40秒，我觉得跟他们的那个可能电视直播也有关有系。点关系，对对对，对，这个好，40秒相对1分钟来说，其实嗯，我觉得还是快了不少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是因为我们中国棋手这个40秒的没有这个习惯，所以说一旦进入到双方都进入读秒阶段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相对来说啊，当然不是绝对的，相对来说可能会韩国棋手会稍微的要习惯一点，是，所嗯嗯。以柯洁会不会在前半盘，他也想把这个用时对啊对对加快一对，些？怎么规划好用时还是对，比较要把重要。时间重要的时间留到这个嗯，最后的关键时没刻，错。胜负的决胜对对处。对，好，实战他实战是，就白棋就选择简单的长一步对。啊，这个显然就是有备而来了。啊，这个脚步定型之后，黑嗯，棋拆。对，哎，这步拆边就是拆的比较大啊，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感觉上从第一杆拆到这里，就感是觉就不中错了。线是吧？最中线应该是在心在下，心下面啊，这可边以考虑再多过过来一来一步，路，没问题。因为这里呢留一个拆二的余地。对对对，实战他选择啊，柯洁九段选择的是拆在这对，这步棋其实，我用意啊，我觉得儿。首先就是，如果说你拆得这么远了，那白棋呢，第一杆肯定是要想打进去的，对不然呀、的话，怎么体现你这步棋拆得很远呢？嗯，那么第二个它的用意呢，就是。下一步是没靠这手，啊，这步棋是应该是有相关联的手段。现在因为是它这步飞呢，就是很好的起到了一个增值的作用。对，这个变化基本上，如果说白棋要搬下来，这不应该它是要断的。
啊，这一段啊，这个我们所说的榛子呢，就是榛这颗子啊，这一边马上出现一个榛子、嗯哎。对，现在呢，因为黑棋榛子有利，它这个下法是成立的。现在白棋打吃、哎，黑棋不怕。哎，对，没错。黑棋可以尝出来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个子正好是起到了引征的作用。对，它这步棋离白棋这个近一点，可能会发生战斗的时候，它会起到很大的帮助。对，嗯。还有这个，就是说你一旦要打入，他就准备来靠这步。嗯，如果靠这步，因为白棋榛子不利啊，他是不能这么选择的。那通常呢，他榛子不利的话，他可能也只能这么选择了。啊，因为冷静一点。搬这边是没用的啊，搬这边他往脚上一搬，你同样也这个打吃还是不成立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说假设白棋忍让，对，那黑棋先跳回来。嗯，如果说只能这样，那么就黑棋这个也还是算。有获得多少便宜咱们不敢说，反正是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、嗯、是的，这也是这个大跳手脚的一个弱点啊。嗯，是，虽然它比较效率比较高，但是呢、哎、这个脚步快，当然相对空虚一些、就是、对对对对，就是反正围棋我觉得是个也是个平衡的一个游戏嘛，对，对，就不能你一方所有的都占了，比如说你这大跳二啊，又照顾到这边的势力、嗯、啊，又多拿了实力啊，那是又速度又快，总是有利有弊、所以要找到这个合适的分寸，对，要找到平衡。 嗯，好，那么呢现在柯洁意思呢，第一个他是准备下手要靠，第二个呢，就如果说白棋将来要打进来呢、嗯，他就往外跳，这个进行这边作战呢，就是会同时也消减白棋的这边的势力。对，这、嗯、应该是黑棋的这个思路。嗯，所以选择拆边，拆的比较远。啊，现在白棋马上先冲。白棋这步棋其实如果说有悟性的棋友啊，就对我们刚才介绍变化，其实也就知道他这步棋是什么意思。嗯，这步一尖冲可以看到，嗯、其实。看起来是在右上角，实际上它的用意还是在左下角。对，这个角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依靠，是吧？对，它其实就是起到个引证的作用。如果还出现这个形状，嗯，白棋现在也打吃啊，突然发现这个子不能跑了。对对 对, 对，就无限无人应战什么，它就可以考虑直接打入，或者是走在哪里。嗯、对，嗯，声东击西啊！声东击西，白棋这个意思就是为了先手防个引证，然后不让你靠这步棋。嗯，那么呢现在黑棋呢在地方正常来说它是要硬的啊，黑棋硬在这里，这步棋这两步棋正常，如果你要爬的话，它将来这脚上一脱落一虎可能会不太舒服啊。如果黑棋贴上来，贴上来是将来也是有，还是有脱了一虎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、嗯、就是说它这步棋从反击的角度来说是应该是还是可以的。嗯，假如如果说不想反击的还有另外一个想法，就直接尖顶，就把这个脚上直接拖三三的手段给消掉。对，现在围棋很有意思啊，你看走到外面的时候我不理啊，对吧？因为你理什么他都要往脚上一拖，所以就第一眼看到尖冲的时候、嗯、可能会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角的变化的时候会有点迷惑啊。嗯、对, 对, 对对对，怎么好好的在这个跑去这五路尖冲哈、啊、这个用意是什么？哎，难道他要围这块吗？会去这个猜测、嗯、但实际上这个正解是和这个角有关系。对对对，然后呢黑棋呢现在选择了夹击，对，这是其中的一种选项。这个夹击也是比较积极的下法、嗯、对，比较积极、嗯、那么呢现在就可以预见白棋现在要打入了啊。白棋现在这个打入也是一个眼见的好点。对，因为在往下走呢可能是现在也不着急啊，就将来再走的话，就是一不小心如果落后手的话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大的，会把黑棋守回去、嗯，他就先进行战斗。刘老师，现在这个右上角如果白棋要行棋的话，基本上大概会是怎么走呢？好像总是还是贴下去，还是想贴吧？这黑棋这边尖冲不走，是不是还是想贴这个？这个贴上面还有这个压吗？这个压好吗？嗯，这个压应该也有，也有压，就是说呢，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被他正好搬起来了啊。这个好像有点凑黑棋的调子，这搬起来怎么办呢？对对对，你如果要搬这个，它正好把你顶断了。嗯，你尖的话，这个就出来了。对，这个白棋有点对形状不好拿捏啊。不好拿捏，这看起来想压得很，显得很舒服，嗯、但实际上被黑棋搬的时候，下一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嗯、正常如果想走的话，可能还是往下踢啊。现在呢，这个右上角双方就暂时脱先、嗯、脱先了、啊。那白棋也起到了引证的作用啊。对，那么呢，黑棋的靠就不存在了。啊，当然了，黑棋靠不存在就不存在吧。我那边的战斗该怎么继续，咱们还是要怎么继续的。现在的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经常在脱先，对，是吧？一个局部是是是就
如果找不到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，或者这个很紧要的几所，那你就可以先换一个战场。对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学习的时候，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啊，就是硬不好的地方不要硬了，就是要硬不好的地方就要脱先。我觉得跟现在 AI 经常脱先也有异曲同工啊。嗯，好，他现在打入，那么白黑棋呢？这里的应法它是反夹。反夹。嗯。啊，跳起来。对，这个跳也是堂堂正正啊。堂堂正正，这个肯定要跳起来，都是堂堂正正的啊。接下来白棋这个这个阵头，我觉得这个跟以前咱们，反正现在这个招法跟咱们以前也差不多，现在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哈。对，其实对，反正你要往这走，它肯定也是往外跳的。嗯嗯，我们虽然说现在 AI 改变了很多这个定式也好啊，一些理念也好，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，90%我觉得其实还是没变的吧。那毕竟那个人类也在这个围棋上这么多年了，对吧？是，还是很多的经验也是，不光咱们人类要借助 AI，AI 所以刚开始也会借助人类的一些信息。对对，就我们人类这个，有围棋以来应该几千年历史了，我们这几千年不断的进步还是有成就的。要不然人类也太笨了，这不容易啊。好，现 现在看黑白棋现在是正过来，嗯，正过来，黑棋选择继续跳，跳，嗯，这可以也是堂堂正正啊，这个完全都没有什么可说的。现在白棋是不是正呢？就是留下一个打入的手段，是的，嗯，白棋先刺，先刺了一手，这个刺呢，它其实用意呢，其实也还是在防止这个。现在呢，黑棋因为跳了这一手，那么呢，这步棋又存在了。他这个同样也是先消掉黑棋这个手段。对，嗯。但是如果单说这个刺，好像看起来有点损，有点对，有点俗也有点损。对对对。但是呢，他是一个急先手，照顾脚步。对他照顾一下。对。他这个效率上还是不错的。对，我说到这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个申敏俊啊，大家叫大申是吧？韩国我们知道有99年的二申，那么他是因为他年龄比申真旭要大一岁，大一岁。申真旭正好是00后，他是1999年。对，他这个大申呢，而且他是这个李氏19段唯一的一位内弟子。对，但是我们从他棋风来看，好像和他的这个老师和李氏19段好像。没有啊，你觉得申敏俊的棋风是很刚猛的？你觉得像吗？很刚烈吗？刚烈，我们李世石呢，就可能会好像也不能说他更刚烈。我觉得相对刚烈的话，他就是，李世石比古力来说，古力显得比李世石可能刚烈一点啊。嗯，李世石棋风在这个比较喜好攻击的同时呢，他好像更诡异一点。他们是这么形容当年这个绝代双骄啊，这个古力9段和李氏9段，说古力是九阳神功，这个李氏19段九阴真经是吧？都很厉害，都是这个武林绝学是吧？绝顶神功。但是呢，又这个又不太一样，一个就像您说的这个比较刚烈，对对是吧？对，一个呢可能是有很多这个很诡异的一些招式啊。对，九阴白骨爪了。对，哎，说起来今天呢，正好也是古力9段的生日，是吧？啊，是啊。我们这个八冠网祝古力9段生日快乐哈！是是是。那么其实柯洁今天就在今天同一天，如果说这盘棋获胜的话，柯洁就将成为这个史上最年轻的9冠王。对，就超越也是中国9段，也是中国棋手拿世界冠4冠最多的棋手。是，因为之前的古力，咱们今天的生日寿星是8冠。哎，柯洁现在也是8冠。我看到今天寿星好像还发了朋友圈，他也在关注今天这盘棋，就说静待9冠王的诞生。但是今天呢，这个如果说这个柯洁9段今天获胜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一种致敬吧，致敬自己的前辈，也是一代新人换旧人。好，我们回到棋盘上，也是另。现在呢，就是白棋先防止了这个以后呢，打入。你看，其实从这个打入来看，就是我觉得申敏俊的棋啊，就刚才那个正好那个王瑞来问了，我觉得他是很刚猛的。你觉得刚猛？刚猛，对，他就是很多棋都是在要杀你的时候，他都不会手软。经常会这样被人家逆转。但是我给我的观感啊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是不是觉得人家长得比较和蔼？哎，对，就看着比较，就是有点敦敦实实那种感觉。从他棋上看起来也是，你如果说他的风格，我觉得更像
李昌镐九段、哦，就看起来好像更。怎么说呢，就是以柔克刚的感觉、啊、没有以柔克刚，我觉得小生还倒有点像、哦、但是那个大生还是比较刚猛的一个气风、嗯、好吧还是得到了这个师傅的真传了啊。好，打入，嗯，那么呢黑棋尖出来，嗯，这个是要尖，这是白棋靠这个啊、嗯、哎，这个时候黑棋可能还有这手黑棋的选择，其实还是有一些，对，因为现在如果说花时间考虑，需要如果说简单的往跟着白棋硬，白棋简单一退，只能是退了，对，对，接住、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很明显这个地方就被盖进去了，嗯，像盖进去是将来黑棋这个往下二路力还有这个手段啊、嗯，但是呢，从心情上来说白棋应该是可以满意的，嗯嗯，这个胜利咱们可能都差不多啊，对，就是黑棋这是其中的一个选择，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既然说这么简单的硬那个不是太满意的话，那么考虑就要反击的问题、嗯、对，如果要反击现在有哪些下法呢，反击要不然就是这个压，要不然就是搬，嗯，其实可能直接压白棋，如果顶这个断上去吗？对，断上去。白棋现在打了，挡下来，贴住。对，这个。对，然后黑棋因为争子不利嘛。对，嗯、白棋可以跑。对。嗯，可能会形成这个。现在黑棋应该就直接加了棋子，棋子完了再吃这三个。哦、嗯。对，下一手就看怎么样吃这三颗。然后这样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话。嗯。其实黑棋也不是，也是挺好的。对，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格局了。嗯、对啊，黑棋是可以这么选择的，要反击。不过呢，就是说，脚上被白棋先取掉啊，从那个心情上啊，就是不是太好。因为而且韩国棋手都比较喜欢实地嘛，虽然这样的话就是黑棋先投资了，然后看看这里的攻击能不能有这个回报啊。嗯，是。这个应该再走的话，比如说可能都不仅仅是攻击了，就是要吃掉了。嗯，这个白棋要跑的话就太辛苦了。对，嗯、但是要真吃的话，就是高手职业棋手吃棋，其实大家还是比较觉得比较难一点。嗯、是，嗯，但是也得看情况吧。这种情况就像黑棋白棋要，如果说真的要死劲往外窜的话、嗯，黑棋通过攻击，其实可能获得收益也。可能比这吃掉可能还要大、哦、这个可能性是很存在的，就是这个图其实黑棋确实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，可以可以，完全没问题。 嗯， 嗯，就虽然是个脚上先那个付出了一些，对、嗯、但这盘棋呢柯洁九段没有选择这个反击，对，柯洁九段的战术跟第一盘我觉得还是很类似的，就是先把实地拿住他的应该是、哦、然后再静待那个大生来出招，对，哎，他们柯洁是选择了比较简单的下法。其实像这个变化、啊，像柯洁肯定就是眼见了，以他这种顶尖高手来说，嗯、那么呢，他显然就会认为下成这样也没什么关系。对，嗯、这个盖住之后，将来黑棋，这两个子没有吃掉啊。白棋我们现在大家讲，这两个子是有活力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要是靠这样挤了断的话，其实是不太好的。就将来白棋还可以打了扳，这个。嗯。就是如果说吃成这样的话，黑棋他不是说很这两个子吃起来就有点乏味了，有点乏味，对、嗯，而且下面空也没了。这样白棋这两枪都是先手，嗯，这个吃的小，对，那白棋所以黑棋要走可能不是挤过，不是挤过，他应该是二路力一个是最厉害的啊、哦，二路力有拖，这边有拖，这边有挤有扳，对。这种还有尖的手段、嗯，就很多种手段。对，这一力呢，白棋是拿不住黑棋，拿不住黑棋的，嗯。所以这时候黑棋呢也暂时脱先了，暂时脱先了，因为让白棋自己再补一手，白棋往哪里补其实也是很头疼的、哦、也不好补，也不好补，因为你如果说直接补在这里，那么呢将来这边还要可能这边要尖啊什么的，还要被黑棋各种，这个效率并不高，效率并不高、嗯、对，白棋其实它的目的啊并不是说一定要吃掉这两个嘛，它其实也是为了、嗯、破黑棋空的同时呢，首先也给自己整形，对，嗯，那么呢黑棋就抢大闪、哎、这个也是眼见的好点，嗯，下面白棋其实是不是一直有心情在这里补一手，对，这个点非常大，这个点非常大、啊、对对对对，所以现在黑棋抢的先手，站到这步棋应该黑棋还是可以满意啊，
差不多吧，现在形势，嗯，因为黑棋这边还毕竟还是先负，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嘛。嗯，白棋整形也整得很好。也许黑棋就是想赶快抢个先手，站到这一点。是，然后那个全盘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除了这点很大之外，其实还有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大的，是。价值很不菲的，就是在这个右上。右上从一刚开始这个尖中一交换以后，双方都还没有 清双方晰，把这里忘了忘了是，对，看起来像忘了的似的啊。现在该白棋了，对，来轮新西到白棋兰，行棋，白棋还是走了。看起当来然，我们是开玩笑，他们肯定没忘，只是说一直腾不开手。对，他可能啊，觉得别的地方更急迫一是的。点，啊，贴下来，哎，像这么贴，贴这么嗯。大的地方，反正我可能别的地方不走，我就第一时间就走对，刚才刘金老师也跟我们介绍了，这了。里呢要走可能也是贴，是吧？是，这个也是棋形，棋形要点。黑棋贴起来，白棋所以搬二字头。听完搬，这嗯，个是可以想象得到，黑棋就直接就搬了接住，哎，黑棋，那柯洁九段，今天这盘棋还是还拆得很稳健是很吧？稳健啊，是吧？啊，你看这对。里就搬接，这里也是搬接。这边就是看，就是这两点，柯洁的嗯，这个选择其实也是有对，它的道理。那么呢，现在这个接和这个搬，它是两者必得其一啊，对，然后呢，也让你这个脱了虎子，它可以打上去。我们就说介绍棋风呢，其实，刚才对这个大身的棋风，是一种评价。其实对柯洁九段评价这个棋风，好像大家的认识评价是比较接近的。大家都说灵活，是吧？就是他的这个棋风呢，不拘一格，我觉得是。对，应该也比较均衡吧。他嗯，柯洁就是说，可以说他的布局、中盘和观子都是非常强的。但是你要说某一项比所有棋手都强呢，也不好说。对，但是他的所有的项目都很强，没有短板，没有短板。是。你看这盘棋呢，黑棋的风格，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扎实的，是吧？我觉得就是他的战术，就跟嗯。第一局似的。第一局他也是吃白棋的时候，也是，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，也是先把实地取了，等待对方来攻击，然后是，最后，自孤成功，然后反杀大第一东。局我们印象好像这个大身啊，好像发挥的感觉没有进入状态似的。虽然说柯洁九段是没有休息好是一夜这个失眠，但看起来这个招法看起来像这个大身，感觉是有点没睡醒。吧？应该是他第一次进入世界冠军争夺的决赛，嗯。世界比赛的决赛，应该是内心有想法，会的。我觉得会有点紧张，对，这个有难想免法的。就绝对有压力。你不管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你坐到棋盘前的那一刻，你第一个世界冠军就在你放在你的眼前啊！这个时候，你真的做到这个内心这个特别平静，我觉是的，得很这难很做不难，到做而不到。且因为他和申真绪两个人，大申小申，二申是从小就被韩国棋界啊寄予厚望的没人，错。两个年轻棋手。现在呢，申真绪已经完全的，不管从成绩和嗯，技术上呢，可能是已经他是跟申敏俊已经拉开了一点差距了。对，所以从申敏俊来说，他内心这个急迫的想拿一个冠军，这个对，绝对是有压力我想到这个，我看到这个有一个报道啊，这个大申他的申敏俊的他的这个书桌前面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，叫做叫什么？先手必胜，就。是吧？对，叫先手，听说是他的师傅，这个李十九段送给他的一句格先言手必胜啊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叫先手必胜，大概他就其实是一句韩文，但是大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的师傅认为他的棋总的来说还是有点偏缓，就是说你这个棋一定要下得积极一点，一定要争取要多进攻。就李十九段认为，真正的高手一定是进攻派的。就因为他自己是吧？对，说真正的高手一定进攻派的。说人别人提问，那李昌镐九段不能算是进攻派的吧？他说，棋手是这么这个有这么一个成长历程啊。他先是进攻派，过一段成长之后呢，他又变成厚重稍微派，保守一点，就是防守派。但是他再成长之后，他又变成进攻派，就这么周而复始。就最终的落点，看山还是山，是吧？对，最终的落点还是要进攻。这是李十九段的观点。是吗？那可能是不是很早很早就送给他很早很早，至少了？我觉得至他少在内三地年的是前，吧？至少三年但前。是我看申敏俊的棋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很非常的攻击性的棋风，是张力很吗？对哦，那可能这个师傅更了解他的底色，并啊。不是。有可能。好的，我们我还们是听回王到瑞介绍这个花絮啊，我也第一次听这样，哎，聊挺有八意思。卦就很有兴趣。
好的，那现在黑棋白棋选择了接住，黑棋，那么黑棋肯定是要搬上来，白棋现在呢，不要随便去搬这颗子啊，对，搬这颗子被黑棋这一顶，其实反而是没有得到起到效果，这个地方是做不活的，做不活一旦是全部死掉的话，戏还是非常大的。是，这本如果被鲸吞掉的话，黑棋的效率太高了。对，所以白棋先来试黑棋的应手，觉得这个地方是无可厚非啊。对，这个马上你是看硬看你，手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好的时对，机。黑棋肯定是要打，不然的话脚上就会留下余味了啊。那么黑棋，白棋现在就有一个做劫的手段。捉劫。做劫呢，当然说一旦黑棋打不赢啊，黑棋当然也可以接也回可以来，考虑接回去。不过接回来呢，这个味道就会变得很差了。就首先白棋这边还有靠的手段，对，这里它不是搬，它是靠，对，这靠就有点，比如说黑棋要冲，就断。那我好像只能长吧，还是打出来？打出来也不是棋，好像如果长，这个被挡一下是不是太难受了？首先他挡一下也已经便宜很多。第二，他不光能挡吧，这边是不是还有压的手段？哦，就是这个味道就味比道这不好。味道很不好。对，就算他先挡一个，再白棋挡完再对，跳，挡是完不是跳。就白棋就可以满意了？对，你说的很，因为这地方将来这个利还有先手味道，啊，这里有打打了了冲下贴来去，的。这个就是说白棋这边就是显然就便宜了很多。对，黑棋越吃越小。对。我们看见就算最简单这样，就跟刚才这个扳的被它顶住这个形状是完全两样对对的。对，何况还有这个刘老师说的这个有可能压过来是对吧？对对，但是更严厉的下法，你这个是比较简明简的，明就已的，经是明显对对便对，宜见了，好就收了。见好就收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屈服。有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棋啊，你越退让啊，你感觉就是对方越来劲对是对吧？对对对。一定要撑住，所以这时候李十九段就说一定要攻击是啊，吧？攻先手击，必胜。先手必胜。好，提劫，这个有劫先提嘛，这是，找了一个劫，然后提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柯洁九段这个时候，当然有几种下法啊，他现在其实下最狠的其实是长这个了，要不然这个长这边就把这个味道先给补掉。对，那就让你来打劫，这个长非常诱人的一手棋。但是这个打劫确实是有点说不清了。就是白棋真的一旦开上来啊，有棋，白棋这边一断，这个怎么办？白棋这边有劫财的，这个段有点严厉啊。这段好像正常是要吃这个嘛，对吧？这样会形成转换吗？接住，然后再开上来。我们就简单摆一个变化图啊，再断吃，提掉，再一提，这下黑棋没有劫财，黑棋可能只能对，这个跟，爬着找劫吧。只能找着，因为走别的它不硬了啊，可能被将来被白棋吃了，先手拐，是。爬着找劫，黑棋把这提掉了，要搬起来，应该会形成一个这样一个特别，转换。特也算还挺复杂的一个变化吧。对。这样的变化对在 AI 眼里应该好像还是也差不多是吧？就是黑这棋个。可能就胜率可能略略什么好了一点点，但是这个对人类棋都不存在哦，的。这个涉及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判断问 对题。对对对对，那这个地方确实很复杂，但黑棋这边也获得很多，虽然这个角对上对全部对，死掉了，因为白棋这个段也很损本身。对，非常损，而且打一个也很损。当然，上面的白棋能够，提子做活也是，目数上来说也非常大。对，就是现在黑棋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，都是切记都不能缩回去，要么就找劫财。对，柯洁实战就是直接找劫财，就是让就白棋要需要再来开劫的话，他就这边白黑棋就白多一手，对，就这边比在这里要有用多了，是的。所以这地方白棋是需要硬的。刚才这步直接长呢，就是比较你说的刚猛，刚猛，刚猛，对吧？就是双方都没有什么退路。对，这对步对对，靠呢，其实是都留下一些余地。没错，黑，白棋他是，先跟他走几步，对，他是，
班长贴，然后搬了一手，然后再提接，他先提接，哦，对，他先提接。这时候呢，现在轮到，按道理来说是轮到白棋找劫，对，是吧？是。要找劫材。刚才眼见的是这个断是一个劫但材。是这不断呢，就可能把很多东西都阻碍，因为黑棋这个没有查，已经没有开劫的机会啊。那么呢，就白棋这个选择呢，就会导致就是将来它只能吃这里了。那么这边就不存在了。对。它现在呢保留这个变化呢，将来它可能还要攻击，还要经营这块棋，这块边的可能性。就现在这个白棋找劫不太好找，对，没有特别顺手的劫材。是，实战白棋考虑之后，他选择的是飞。这步哎，这飞步反正飞其实是挺有趣的一挺步有棋。趣，反正第一感还是蛮奇怪的啊，怎么会对，飞在这里？就是好像这攻击这四颗子呢，现在又攻击不到，但是对这边又有什么很大的危险呢？也谈不上，这步棋很有意思啊，很刘有老意师。思。对对对，因为我看到，因为今天这盘棋大家就是关注度很高，是是，也有各种平台都在讲在解这直盘播，棋对，直播。然后，其实我们那个观战的高手啊，对这步棋其实是看法不一的。有人认为好棋，哎，这个是很含蓄很的、含绵蓄，里对藏对针的对一对招。对对对。但有的棋手就认为这步棋，这不是脱离主战场吗？这个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太缓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好像有点截然不同啊。对对对，但是确实是，我觉得这个产生这两种看法的可能性是确实，因为这步棋现在这个形状啊，这步棋现在因为没有好的劫材啊，对，因为然后先稳一步啊，威胁到这边，也威胁到这边，同时呢让你自己来，这本来就是一个。我觉得一个很高明的下法，但是呢，同时说，哎，这边打了劫，这边还战斗着，这边你不找劫，然后就跑，就是对不呀，痛不痒的来一手。感觉这个不像是劫材的样子啊，实战确实不是劫确材。实不是劫材，实战。黑现在棋是藏在这长里。啊，这个一直是梦寐以求的一长，这个藏太舒确服了，实是非常非大，常舒服。将来提的话，他可能就直接接住，要相当于横黑棋杀。消劫是可以长着下。对，很舒服。这个一长脚步脚步将来提的话，它再就提接它就住接住了，对，现在这边应该没有什么棋，白棋就这边会有一些借用，对。就是将来这边直接断就有点借用。所以黑角这个实地还是很可观的。那么白棋呢？在这里飞了一手，和上面做了一个交换。那接下来白棋就要，白棋继续走到这里，对，要找回来是找吧？要回把这来。个损失找回来。其实我们刚才说这步棋是有一点争议哈，至少确人类实，棋手看起来觉得，看法不一。但是 AI 给这步棋，其实还是很好的评价了，是吧？至少我觉得它没有说降分特别多。对对对对，那就说明这个是选点，也算是选点之一对，了好像略降了一点，略但强一是点，但是这还个好。还好啊，就是没关系，对，就是走这步棋是可以的，可行的。而且现在因为在有打劫的变化的话，确实是很复杂了，就选择的方向很多。对，这步棋可能白棋的意图也是把你上下分开是吧？隔开，然后再来左右两边进攻去获得这个收益。对，你看接下来他这步闭住，逼住，首先先攻你下边。对，就是如果你想要攻，你要做活这边的话，肯定必然会上到这边，对对然后他对，攻完这边再继续攻击这边。就这步飞其实还是蛮有功力的一手啊。我觉得挺好你得这个白棋，当然你这白棋得有后续的手段。没错。好，黑棋先靠。先靠白棋肯定要反击，那白棋是顶顶，的。对顶。顶的时候，哎，其实黑棋第一杆好像总是要挡一下。但他肯定是要断嘛，这挡个的样话，子。它是要断的，然后黑棋可能这里还好活吗？只能是我考觉得虑一黑棋先下，靠的意思呢，就是如果他现在这边交换啊，比如说虎，白棋是无论是打还是走什么啊，就应该打一个比较正应常。该会打，对，将来如果再靠的有话，可能靠不到是吧？他可能未必会顶这个啊，你这边就会卖掉一些变化。现在呢，他靠完就是当白棋反击的时候，那么呢，我再来走这边，那就是应该是看中这边这是一了个次序一个哈，次序。但是确实是现在白棋很有心情，在边直接拐回这来。个拐对，这个拐非常大，对，好像这边就要起一块空这一拐白棋这个外势非常厚了。实啊，然后这个模样眼见的也是
膨胀起来了。嗯，但是同样的，因为黑棋这边就产生了一个断点。对对对。那么呢，他如果能处理到这个、处理好这一块的话，其实黑棋也是非常有收获。嗯嗯。好，现在黑棋断，白棋打上来。嗯。啊，其实这个局部其实很复杂，很复杂。嗯，这个涉及到很多这个对杀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看能不能打劫呢？打劫，马上打劫，这个劫财不好找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什么劫财。没有劫财，他提完后就是眼见的劫财不太好找，而且白棋是有劫财，白棋反而有劫财了，所以打劫可以先排除哈。对，第二个就直接就不能打劫，咱们就接住。先接住。这个我觉得是，那白棋总要打吃吧？嗯，长这个。他是只能再爬一手，只能再爬，嗯，可以打这个，然后拐。这边先铺一下吧。这个跟气有关是吧？就没关系的话，他也可以走这个。这个呀，我敢断吗？这个你有点不太敢吧？你可以摆，应该是试试是不能断的，这一场我只能冲，还是只能接住啊？哦，嗯，对，可以冲这个。这一二三，这个白棋杀气杀不过，四气和三气，这个冲是不成立的，它就对对对，这样的话慢一气，对，白棋死掉。嗯，那么就是当他冲的时候，你不能断，我不能断，只能我只能搬，对我粘，这时候再补住，再补住，这样子黑棋倒是也能破活啊。啊，黑棋呢局部是能活，将来关键这地方打一个，这地方是个应该是个劫杀。啊，白棋还没活，没活干净，没活干净。将来摆黑棋这里一打，你局部应该是活不干净的，嗯，接就点，哎，就是已经不好活了，就是打劫杀，只能打劫了，是吧？走到哪里都是，反正走哪里都是打劫，对对对，就是一个打劫，像不走也是打劫，嗯，就将来有的，但不过现在白棋可以先对黑棋发起进攻，嗯，是，那么这样就可以说也是。挺复杂的一个变化，嗯，因为白棋自己脚步本身是有问题，嗯，那么呢黑棋自顾起来呢，他应该还是有些头绪，嗯，同时呢他就先自己下面下方做活一块，对，但是因为白方可以争到这步飞，这个哇这边也起来一块，对对对，所以说这个形势还是很焦灼的。这盘棋倒是其实形势一直都没有拉开差距啊，嗯，是，就是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选择吧，是的。但是无论怎样，好像这个接住还是不接的话，好像对他起不到威胁的作用。很想接，是吧？想接。嗯，但是这盘棋，柯洁九段他没有接，下的比较稳，他是单退。单退的话，白棋肯定就提了。嗯，因为白棋再长，被他接住就这个白棋可能要被这个不得了，这个脚上对杀杀不过吧？可能有一个劫，但是呢。这个对于这个劫来说，双方如果说等值的话，黑棋因为走到这边，他其实他已经那个什么，已经有眼位了。对，已经有走到了东西了。是，打劫过程当中，黑棋其实已经把自己处理好了。对，然后这边还在进行打劫。是，这黑棋应该是可以满意。所以对白棋来说也没有选择。对，基本上他提掉这个，因为这吃掉这个子是没关系的嘛，吃掉他将来还可以断回来。嗯。所以退的话，接下来提和黑棋打应该是必然的。对。这样子黑棋呢也也有收获，他其实就处理好了这块，处理好了，嗯，这里呢虽然被你吃掉了，但是他已经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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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基本上白棋因为飞了，相当于找了一个劫财嘛，嗯，找了一个走了两手，嗯，黑棋总是要付出点代价的，是的是的，不可能，而且本来就在白棋的视野，你毕竟上面抢到了这个长，对对对，啊，就我们前面讲这个下棋我要掌握平衡啊，是是是，就是说现在如果白棋要断吃这个的话啊。那么这边黑棋抢了个先手，看这边飞就感觉就挺大的。是，嗯，这样的话棋局实际上还是漫长，是吧？漫长的局局，哎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对，慢慢来，慢慢的也符合这个柯洁，显然是也就是在他的预想之内，也是想慢慢下的。对，就说明柯洁对下在后半盘，其实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。哎，至少说这盘棋来看，前半盘黑棋并没有很心急的这种样子啊，虽然离这个九冠王就一步之遥。对，但白棋也下得我也还算积极吧，我觉得像什么尖冲这种啊，嗯，打入啊这些。
还要听从师傅的教诲啊。哎，现在说起来，这个李师师九段跟柯洁九段也是有很多这个经典的对战啊。没想到这个师徒二人轮番上阵啊。嗯、好，现在是直接打入。对，它上面这个顶上就是防止白棋这边上面出棋、嗯，然后呢，白棋交换一手再把它吃回来。这个因为不吃的话，被黑棋子虎过来，本身价值还是挺大的。它目数很大，目数很大。吃完后，将来还可以冲这个来威胁。这个不能都还是冲啊，都可以继续来威胁这个黑棋。这个很大，这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，至少十五目以上的价值还不算厚薄。哎，算上厚薄，对，就是非常大。嗯。接下来看看黑棋，它是哦立扎丁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局部不是挤了过，对是立下来。现在立下来嘛，他其实还是如果不走啊，嗯，就是说，比如说白棋要冲一下，他其实很难受。哦。你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要虎的话，这个就变成了先手啊。不，他现在不一定尖啊。嗯。比如说，他就继续来走这个。如果说都跟着硬哈、啊。嗯。那么呢，将来这个必然是个先手啊，我们得把这个先手摆上。就可以发现黑棋这块棋啊局部是没活干净的啊、哦、你要想活，你就说这么活或者无论这么活还是怎么样活、啊、这个那么将来他这边一手吃起来就比较舒服、嗯、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对，而且这步棋本身就走到了很多的目数，嗯，就像王瑞说的这个断吃，这个接下来的那个后续的手段，对，又是有目加上厚薄，所以这个力呢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把这两个子度过啊，对，还是有点间接的补强自身、就是如果说是个利、你白棋要如果说要往这边走啊，将来被他一拖过，那他什么一切都不用担心，对，所以高手的棋啊就是这样的、他尽量的把自己的子效提升啊、对不仅仅是走一步棋，不是说局限于他这个本身、他一定是在兼顾这个四面八方的，对，现在呢就白棋这个地方当然是可以暂时脱先了，现在就白棋是要不要围这块，怎么围，嗯，现在倒是这个整盘棋的一个焦点，有焦点，嗯，现在就说如果说你要想围这块，好像比如说先在这边无论是走到哪里，走到这里也好，这里也好，这里也好啊，这个一方面是来扩张啊，一方面也是稍微的接应一下这边，是、这边应该毕竟如果是被黑棋渡回去后，白棋这地方还是完全没活干净的。其实就是像到这样的一个局面，就是涉及到棋手的选择了，可能就是棋局的分水岭。分水岭，不同的下法就是不同的格局。对，其实因为感觉上这步棋还是挺好的，就是不走的话啊，就将来比如无论是长赢好，就将来这个断是有些，这个断会有一些收气的问题。这地方黑棋还在硬，硬完后这边可能会产生一些它会一些便宜。对，有味道。有味道。但是黑棋现在也不太会往这里走了、黑棋可能多半会要跳出来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如果你这个地方要跟着硬，被白棋如果这边再来一手啊，我们可以看看，那这边，哎呀，白茫茫的一片啊，是不是有点大呀？对，这个要全程控的话，这个黑棋很难去抗衡哈、是是是，嗯，但是黑棋跳出来也很有价值。因为白棋再走也不见得是先手，对啊，然后这边到底能获得多少便宜呢？其实这都是一些未知数。是的，一旦跳出来，对这边还是产生一些影响。但这两个点呢，不能被白棋都占到。如果白棋现在飞的话，那么可能黑棋是不是也从这边飞过来？对，是的。就这两个点，一人一个。嗯。但是要黑棋围这块好像也挺大的。对，就是白棋如果飞这个，黑棋一飞。浅消你的时同时好像黑棋自身也不少、这个也是消长的要点，对，关键这段还没有定型啊，这不知道会定型成什么样子，这盘棋的用时好像一直都是柯洁是用时少一点啊，就是申敏君要跟第一盘是倒过来的，第一盘好像他用时都是一直比那个申敏君会稍稍的多一点、可能昨天休息的比较好吧啊，这盘棋这个大身还是选择的跳出来，他就是显然是认为这个如果是强行去围呢、可能效果不太好，对，索性呢他就走这边，他这边呢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就是
那这么正常来说啊，就是白棋要跳的时候，这黑棋这个尖出来是要尖的，因为这被封进去的话，总是有一个段嘛，对，啊，是。这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哈。那么呢，白棋贴两个。刚才我们说角上黑棋都成空了的前提是外面没有被封锁对住，对，嗯，这边一旦被封锁之后，将来这一段，就复就杂了。对，就会有一些便宜嘛，也会生对。气问题。现在它尖出来呢，当然黑棋其实这个尖是它获得了很多了，就是已经自然的消掉了白棋的很多潜力。是，但是，这个头出来之后，白棋的模样好像对，基本很上难去成空很难了。成功了。但是白棋呢，获得了什么呢？获得这个利，这个利是有个先手的味道。哦，啊，如果不走呢，他这个几是先手，这几黑棋在这粘，几个得三，他就可以顶过。哦，对，顶又有先手，嗯，一顶产生一个挖，对，你要不挖，我就就搬二过，路搬啊，这过。个太大了，这对，刚才吃掉的啊，吃掉的几个白子就个，被他连回去了，所以这个一利基本上是先手。那么呢，这个呢，就是白棋为什么会选择？你看，好像跳一个，只是说简简单单就破掉黑棋这个空啊，对，它并不完全，它其实这个还有接下来的很多后续的利益，对，不过呢，这只是白棋的选择，但是这个选择完了以后呢，其实形势呢还是差不多的，还是对，其实这盘棋确实是一直都焦灼对，它就是并不是说白棋这个选择就比它去围中央要好。只是说他围中央对人类棋手来说，我觉得这个掌控不是很好掌对，控。我们刚才说这个就是这个，我看这个是82，嗯，82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分水分岭水啊，岭，就是对，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棋局走向。如果是，跳，嗯，就是另外一盘棋了，就是围大模样，可能双方互围或者互破。刚才可能双方互围，现在就双方互破是吧？我对，成不了大你要空，围的你也话，没有黑棋空。说不定也要跟到进去对，围这一块，那就是互围。对，这是另外一种。现在你说的很正确，刚才有可能会形成互为，现在呢形成了互互破破，啊。互破可能是不是就每个人感觉不一样？有的人觉得，都小块格局可哎，能比较好掌控。对，再次说到这个地方，这个王源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？就是我觉得之前，下比赛的时候啊，以前我们下比赛的时候，总觉得对方围的比我大，就是我们喜欢说这个棋有点横控是碰吧？碰，就是 就就是是这个总意觉得思，哎呀，我围的那么小，别人围的就那么大，那我要打进老去。看着别人的控比自己对大对，是吧？老就想是去互破，不是，肯让他围成大空，哪没怕你错把没我错，的破了，我们都破掉。对，互破嘛，就你围的比我大，互破我便宜 这就也是一种心理吧。现在想想啊，了，就挺有意思的一种，对，这可能呢，但是有点反过来说，可能互破就是小哥这种小的小块的，可能更容易掌握一点。因为这个大空一看见这个庞然大物，确实觉得你首先点目就不好点。而且你如果稍微有一块大空。对方肯定也要大空，对，所以说这个确实是，都是大空的话，那个其实变数会变小。是吧？因为你这个很空旷的地方，他们不会再走棋了。如果都是小块的话，这个手数一定多，机会还多。好，我们每个看看。小块每个地方定型还都不一样哈，对，就总觉得还有机会，但是其实机会都是双方的，你机会多，对手机会也多，对，相对的，相对的。反正就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对局，棋手对局心理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，是恨控，很空，一定是这样的。那这么看起来，这个白棋跳也是有点。对，很就空他就会啊！觉得对围的话黑棋大，他看到一跳，他不看自己这个很大，他觉得你上面有黑棋围起来也挺大的啊，没有把握。他选择的这种实战下法，可能他认为，对他来说更好掌握一对。些。更好掌控，因为现在对白棋来说，就是说，我现在不是有一大块吗？这块边还是挺肥的。就如果说这边是我的确定的实地，那么呢，我如果这边将来再走一手，在这边再获得一些实地，那么再看看黑棋，黑棋其实这个小角，这个点，就对那个实地上的对比来说，它是很容易那个来判断的。对，相对来说会容易判断，是。互为的话就有点确实看不太清楚啊。所以我觉得申敏俊这个选择，我觉得还是，我觉得还是挺好 也是正常的，的。而且这盘棋对他来说，他是背水一战呀。他不像柯洁，其实柯洁还是，赛点嘛，是吧？但是对申敏俊来说，他不能有失，所以他可能。更想要把这个棋局要不要这个不要一锤定音是吧？而战且。线拉长。
而且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柯洁可能更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，就是嗯。他因为本身他是八冠王，对吧？这嗯，个他的而且参加那个世界决赛的次数也很多，对，基本上之前才失手过一次吧。嗯，然嗯，后他那个在关键场次的也是一个大心脏的一啊，个绝棋对手，是，绝真对的是是，值得信赖的。相反，那个申敏俊呢，他可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拼搏的一个位置。其实说起来，其实这个韩国二申啊，虽然这个应该说少年成名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对申敏俊了解其实反而并不是很多，对，就相对于这个申真谞来说。是，因为他这个成绩上来说，好嗯，像还没有说特别突出的，可能也就是一次龙星杯的一有个连几胜，连胜对啊，对五连胜对，还是六连胜，有点嗯，不太记得了啊。但是可能也就那么一回。然后其他的世界比赛里面，我觉得打进四强的那个次数啊，都是可以数得出来都的，有对，限，都很对。有限的，嗯。所以相对那个申真谞来说，我们的棋迷朋友对那个申敏俊应该是确实不是太熟悉。而且这个申敏俊这次他半决赛是战嗯，胜了这个朴廷桓嘛，对他战胜对，他自己的同胞朴廷桓打入决赛，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。没错，但第特一别，次进入决赛，他对，是，其实特别有意思，这个在此之后呢，他突然就陷入了低迷状态，低迷长达2个月之久，就是韩国在他们韩国国内棋战中，经常输棋，就反是反正怎么说呢，因为按照他的等级分，韩国第应该三是第嘛。三，应该是胜多负少，对对对。但实际上那2个月呢，就是即使赢了棋，也都是非常悬，要逆转啊，半目获胜啊，反正都上走钢丝。就是把运气都用在这上所以面了，大家是说吧？这2个月他是不是在攒人品？然后直到这个决赛之前前几天，他又下了一盘棋，在韩国好像是韩国联赛吧，那盘棋跟我印象是他是赢的谁呀、啊？一个韩国一个年轻年的轻中棋间手，棋手啊，那盘棋确实下得好。大家就是我记得当时他们韩国这个直播啊，直播在讲解当中就说，终于看到这个他申的敏俊状恢态恢复复了，了是对，吧？恢复了。然后这个说是他看到那几个月他下来最好的一盘棋，然后那盘棋之后他又赢了一盘朴廷桓，然后他说，然后他们又评论说这个朴廷桓是啊，那盘棋朴廷桓发挥的不好。说你这是在为他 LG 杯加油吗，朴廷桓？所以他两次，就加一次还不够加一次还不够，就两次都是朴廷桓为这个申敏俊啊，就上让升，对，这个是但真的是就是踩在让他前那辈的个肩膀有上。让他状态恢复，然是后也的，恢复了信心，是吧？是，所以申那这么说起来，朴廷桓最近是被二申轮番是轮吧？番是吧？轮番这个提供出了肩膀是吧？自己的肩膀，嗯。好，哎，刘老师，我们好像看现在可以，稍作休息啊。我们一会儿看看这个立完后黑棋怎么应对。好，一会儿回来。好的，欢迎回来。刚才我们说到，现在白棋立哈，立是其实是先手，对，看黑棋怎么防。因为我们说如果不走的话，它这个挤了顶，这对，过了就太大了，这个这个不得不防不得啊。不防。这黑棋确实是没有办法，因为嗯。白棋就是为什么要跳这手呢？他就是因为看到看到了这一例，看这个立是先手，是那么柯洁这时候也很无奈，他是弯一歪手，这一手啊，嗯，就是防止这个。你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顶这个先手就不存在了啊，对。这个挖的手其实现在这个补棋，那黑棋补棋其实也是有几种，一个是实战弯，或者你就这么简单挡，也能对，挡住，也是补住了。是，但是呢，就像网友说，如果简单挡住，从实地上来说可能会好一些，但是呢，白棋这边就没有弱点了，对。就是你这个冲的这个手段就不存在，那么是，白棋就不一定会往这边下死。对，所以实战黑棋，弯这么补呢？虽然这个一路啊，将来白棋还是有什么大身腿或者是这个对，小就是说，飞，白棋如果是有这样的想要便将宜，来对有一些官子的话，那么呢，至少是上面这个收棋将来也不存在这个断的对，手段。所以但他是。补在这里，我觉得还是正确的。对，大局为重啊，大毕局为竟重。对外面这个冲啊，有出现2个断点啊，白没棋错，要稍微薄一些。对，现在所以白棋现在直接拆在这里嗯，他就是有点间接的要防这个对。断点的这个意思。同时拆过来之后，是不是黑棋这个飞的这个联络上有没有一点有，破绽啊？就像如果不走的话，它其实最简 单的对，就是先可以补。团一个，嗯，那是先手，黑棋你要如果消脱，要联络的那它话。就搬下来，马上就搬了哈，马上就搬下来。
这搬下来手段就非常严厉、哦、立刻就搬了，立刻就搬。我如果要断就一爬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哦，啊，这个战斗应该是这个还有点严厉。你要加的话，他也是立下来，他也要立啊、哦。对，这样子再断，他一拐。对，这个有点严厉。这个作战白黑的应该是不太行。所以黑棋要补。黑棋看看它是啊小尖的，嗯，这么补。小尖完，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，如果它还要走这个的话，啊、嗯。如果它就是不过，如果它还要来，对呀、啊，可不可以啊？我是断吗还是加？断的话一爬。再断那个。哦，应该可以。啊，能现在能可以能断哈、嗯。如果你打这个，它就藏这个嘛。嗯，因为你打的话可以粘。对、啊，我不能打这个。嗯，你打这个可以啊，打这个它可以先团这个。哦，它先团是好棋。你只能爬回来。对，它、嗯、再接住。我再接。现在就是，如果是你一口气，应该是紧不住它的。嗯。对吧？对。如果你要松一口气的话，那它将来脚上一拖。一拖。哎，这应该就把白棋给杀了。是应该没有问题吧？翻，这个要只能这么紧，翻住。翻不住了，他就打了打出来了，他就断吃这。嗯，哎，这不行啊！这打这好像黑的不行。打劫是吗？那这个还且慢，是不是黑棋还得再往上拐一手？先拐，那不能长了。那就这还不能先断，就直接这么来。先这么来，还挺复杂的，好像哈。嗯。或者，把翻完接住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啊。接住挡。挡住他这断先手，这拐先手、嗯。这拐先手是不是就直接来就可以了？我单拐就行了，是吧？不，我现在直接来就可以了。嗯。哦，那个都不交换。断是先手嘛，随时都是我的先手。嗯。刚才我们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打这个。嗯。我现在就拐。啊，单粘。贴这个，嗯。再搬。再搬，它可以单拐这个，对。夹住它，再吃这个，嗯，这样白棋应该是不入子。嗯。但是现在这里没有搂、啊，没有搂打。你搂他提掉，现在打这个不行了，他要打这个。这个也不能不入气。对，就是完了以后，现在他就收气，哦、反正好像白棋正好插一气，应该是吧？那这个尖出来补的还是挺顽强的补。挺顽强的，就是显然是柯洁显然是已经算到这个白棋这个手段是不成立、嗯，他应该才敢尖。对。我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觉得要相信两位棋手了，是的，柯洁既然敢接就不怕这样的手段，那么作为申敏俊来说，他当然也没有去下这样的，没有马上扳断啊，对，因为他不成立他肯定就不能来嘛。 而且这步交换太损了，实战他是小尖，先把你这个拖过啊，他是先阻止你先拖过，将来可能是准备还是要往这贴，对，要来进攻这块黑棋啊。然后他这条路堵住了，你就要求你从这边渡过、是吧？对，你这边渡的话，他这边就不用补了，反正就小了，变小了。所以黑棋渡之前，黑棋先刺一手，这种是不是也是找一种步调啊？一种步调，而且可能也是照顾到这边。对对对，就是如果你简单的无论走哪里啊，就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。对，就无论你走在什么地方，就是他可能还是直接这一冲。嗯，这个他就一边收着墨，因为有了这个尖以后，这个局部的黑棋其实已经是做不活了，必然得肯定要往外跑。对，嗯。所以这个刺也是间接的啊，照顾这边的照顾这边，因为这地方马上就会多出来一个尖出来的手段，白棋呢需要补一手，还是粘。
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这个白棋现在这个顶一个应该也是有先手的。这个顶是吧？对，不走的话，它应该是这个盘。可以盘这个。这走别的不行啊，这立下的话。这有挤、嗯，走这个的话就简单搬过，所以只能团。有团，嗯。这是一个看起来形状不太好看，但是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但实际上好像有用啊。好像应该是黑的不太行。鱼形妙手。这样子，这个笔器一搬了贴。搬贴，它就收气就行。收气就行了啊。嗯哦好棋哈，嗯，就是他这个也是先手，有先手，有先手。现在白黑棋呢，白棋就把这几个子看清了。嗯嗯，黑棋这个点呢，就是同时他现在因为白棋这个分段手段也不存在嘛，对，他其实也是防着间接的支援了黑棋的这块弱子。那么对白棋来说，嗯、现在他的这个注意力就要集中在这块黑棋身上了，对，他肯定是要对这个发起猛烈的进攻啊。因为现在不仅仅是要攻击黑棋，你自己啊白棋、嗯、也要注意，也要注意你也没有活境啊。对，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双方有点扭杀到一起了。没错没错，嗯，不过现在还好，因为白棋这些都有先手，对、嗯、白棋处境稍微好一点。 对， 对，白棋现在先贴，先贴、嗯、看看黑棋的什么硬，怎么硬？你要走这个话，它这个变成了先手。对，多一个刺、嗯、啊，就是本来现在对眼型好。现在就算刚才我们介绍说这个顶是先手、嗯，但是呢，你顶要卖掉这个，对他不想卖这个，不想走。但是你不走呢，将来你又要防着，将来这个有这个样的手段是啊，搬了一冲的手段。这里比较微妙，比较微妙。哎，嗯、这个白棋呢是有先手，但他要保留，嗯，所以他先贴。问一下你是硬手，你虎的话我就不用这个、嗯、对，不用这个顶了，将来他就有这个先手刺就用这边的先手，对、嗯、啊，所以现在一冲的时候黑棋呢不愿意虎啊，不愿意被你这个先手刺、嗯、他是反拐，拐、嗯、拐是什么意思？如果黑白棋挡住呢，挡住的话就不一样，他就他 就算再虎他也便宜了，你挡他可以先手提啊，就是如果主人这样的话，他懂的话你是四个在白棋的嘴里面、嗯嗯、至少他的目数是便宜的，我拐到之后这个紧你气、哎、让他先手，你再打就变成后手了啊！哎，下的都很细腻啊，细腻，嗯，就先问你一下，哎，你是我应手，我先试一下你的应手、嗯、那不然白棋要把黑棋这个点先给占据、哎、契合了，嗯，所以黑棋现在冲，嗯，黑棋挡下来啊，这时候切记不能随便冲这个啊，如果冲他挡上，嗯，如果你要断这个，如果断这个的话，其实他最冲一个可能也可以啊，但是就算不冲、嗯、你只能是无论是接也好还是走哪里也好啊、嗯、就算接住吧，嗯，接住他这个是先手啊，他就简单这一冲、嗯、黑棋白棋三个就掉了啊，这个太大了，棋筋这三个子是棋筋不能死，对，所以这个冲不能随便冲，对，走这个也不行啊，走这个他也可以倒冲，嗯，因为这地方白棋欠了一手棋，对，白棋这边冲是看起来很愉快，但实际上是不是帮黑棋下子，哎，这是一个陷阱啊，现在不能冲，是一个陷阱，现在啊，但是当然，其实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直接接住，接住的话，白棋冲下去，可能就不知道就会形成一个什么结果。嗯，我冲。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嗯，他就搬这个。嗯。搬这个。嗯，挡住。对，然后这时候其实白棋还是。这个要补吗？这个补的话就变成后手了。这补是不是吃的有点小了？这个不能再补了吧？不能再补了，对。可能得走这边吧，因为这边再被黑棋下手，这边被黑棋加一刀，好像要被全吃了。啊、对，就跳到这里或者怎样的。对，他要出头了。出头的话，就是将来这边黑棋可以先手搬这个。嗯，这很舒服。因为走不动啊，走这他接住好像不行的，嗯，你只能连回来。嗯，那么呢，他现在可以先手提了，把这个也都是先手，哦，再把这接回来。有一个眼，嗯，也破了空，嗯。大概会形成一个这么样一个形状，嗯，这样也是黑棋的一个选择之一，对，嗯，这里呢就不要急着去，一定要把这几个字连回去啊，是，其实是，有时候你放给对手吃，他也不见得要吃，对，因为白棋现在还脱不开身，对，
他是这样，我看看他是，但它这是样，挡住的，嗯，挡住的。那么呢，对于现在白棋来说，它我们刚才介绍的是不能冲这个，嗯，把它就简单的就吃这个，皮掉打吃啊，对，这一手补一手之后，下一手要冲，嗯，所以黑棋现在把这个粘牢。粘回去。对，其实这个图就跟刚才我们那个先手那个图，其实还不好说哪个好。就是不挡这个，直接粘是吧？粘，如果说白棋也这么走的话，你可能现在不会来挡了。没有，你要先走这儿的话，我不会挡，我可能直接要走外面。对，就这手棋不会放到这儿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可能会放到。对，白棋还白棋先手走的是，其实防止黑棋手把它吃掉。嗯。这里比较微妙啊。比较微妙。现在实战定型是。下成这样的一个形状，黑棋接，黑棋接，白棋现在要处理这一串白子。对，因为这地方不走的话，它还是有个扳啊，嗯，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一个地方。是，嗯，所以白棋现在是冲这个。嗯，他因为我们刚才介绍，他不想就是先交换这个，这块这个明显是先损。高手老是喜欢保留，喜欢保留，嗯，保留变化。嗯。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一保留吧，嗯，可能就这边有机可乘。对。就生变了，现在黑棋马上挤一手，哎，他就是要你生变。对，就你既然不舍得走哈，那我就你走不到了啊，过期了。不，现在呢，其实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就是白棋走这一系列手段，包括尖，包括走这个，他并不是说为了什么目数，嗯，他就是想要攻击这块黑棋。对对对。那么呢，黑棋呢，现在也上面也不想走了，就直接要挤，要求直接过。就如果你要主动的话，嗯，明显你这边就有弱点。对对对。如果说黑棋这个整个全部连通，那么呢，那么这盘棋就不可避免的就要进行比控。对。比控的话，白棋现在全盘是这一块啊，这一点。嗯。就是对于白棋来说，它反正至少是它这个攻击它是落空了。嗯。嗯。如果被黑棋这个顺利联络的之后。那么黑棋全局变厚，对啊，白棋我们刚才说的这块，嗯，这块，可能就要被搜刮了。对，它一旦这边白棋薄啊，就是自然的这个这边的中央的空啊就很难围起来。对对对，这棋一薄，你可能目数就要被扣分，嗯，我觉得。扣分是，嗯。好，这一挤，看看白棋是怎么应对啊？白棋现在就，白棋不肯让他度过，不肯让你黑棋度过，白棋反击。对，就反击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。但是反对这个风险就是，你看是度过了，但白黑棋一冲，嗯，对，这时候不能挖啊，挖的话它可以吃这个。好，这个有气的原因，这一团。对，这是勺子，一挖出就成打结了。对，嗯，所以它冲。冲，这个黑棋现在是先获得了，哎呦，把这个接出来真的是太舒服了。黑棋这个。这条线出来之后，现在这边基本上是就增加了很多实地。对对对，嗯，现在白棋肯定还得接着硬啊，哎。现在呢，黑棋现在增加了实地，那么呢，现在焦点就变成了这块死活的问题了，嗯，止步的问题。白棋显然是想一门心思的就开始要发起进攻了。对，这块棋应该说黑棋在这里是捞了一票。嗯嗯。捞了一票之后，你就得来制孤。是是是是。先捞后洗是吧？对。你看这个申敏俊这个棋风还是很刚烈的，你还得验证自己的这个判断。对，是是，因为你看他本来是明显，本来就是大家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，是完全可以就是收控的。对，因为形势还是一个很焦灼状态，搞不清的。我们只能说是这个以前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个申敏俊啊，嗯，现在看起来申敏俊和他这个外形看起来是比较这个忠厚老实的，并不是这样子，不太搭配。啊，哎，这个棋风他其实是绵里藏针啊。嗯，现在对黑棋来说呢，现在的目标就很明确了，做活是吧？嗯，看黑棋怎么样来。黑棋这边看起来是捞了一票，啊，对。然后呢，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就白棋如果正常收数的话，其实应该是一个两分的一个局面。所以黑棋在做活的同时，嗯，切记就是不能损失太多。对，现在这个格局啊，就是并没有到，就是你只要活了就行了，就已经稳赢的这种程度。对，对就你活还看怎么一个活法。对，比如说现在这地方要有一颗黑子，那么呢，现在我真的可以说和了。该黑棋下啊，就是活了就赢了，对，因为他把这一块全部吃掉了。对，但是可以看见，其实虽然他这边很厚，但将来白棋还是可以跑出来的。对，所以现在
当然，黑棋其实现在这个可以看到中府还是比较空旷的，对黑棋来说，做活好像并不是特别困难，我觉得。看起来应该，但是他因为是不想损。对。比如说他我们正常说稍微往这边尖，然后他白棋肯定必然要跟他硬，但是这边白棋只要多了几个子吧，顺势就把这几个子连回来，你这几个子还吃不掉。嗯。那他就。那就刚才我们说的，他并不是做活就能赢下来，而是就是把这块吃掉情况下，那么呢再做活，这样就是到现在棋局其实还是咬得很紧啊，咬得很紧。好，黑棋跳，这个也是正常啊。对，就反正往他空里面去。对，这也是柯洁的一贯空里一贯的下法。但是这步小尖感觉上。这个有点凶悍了，有点凶悍，就是说他是要求活在你的空里。对，其实按照这个现在的思路嘛，就白棋这个下法来看，我觉得黑棋只要往前面一跳，可能对眼形上来说会丰富一些。他是不是觉得，比如说被他这种刺一手围住？应该不会。这个白棋如果说想围这边，这边不用走，他怎么着都可以围到这里。嗯，这个白棋要围到这线，应该黑棋是完全没有办法。按逻辑推理，应该是不够的。对对，绝对不会发棋吧？他而且要注意白棋啊，他其实也没有，他就提了一个子嘛，这个子是后手一只眼。不过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这边到底是有没有眼形。哎，对，分析一下，关键的一个分析一下黑棋的这个死活问题。就说如果这边已经有，因为黑棋这个打四是先手啊。哎，对。假设如果已经有一只眼，那么这步尖进去可能还是比较凶悍的一步棋。嗯。我们来看，这个打是黑棋的先手，对吧？这个打是黑棋先手，嗯。如果说我们就这个四个就不拿起来了啊，这个地方白棋想要破眼的话，哎，比如说我们要搬这个。那我肯定要挡住。挡住点。你挡。打上啊，这个不能走别的，你打四这个没用，这已经提起来了。打四的话只要渡回去。啊，你这个。哎，这是个假眼。假眼。假眼。我只能挡。挡上，啊，白棋渡回来。我再打吃。啊，那么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打劫眼。对。但是这个打劫眼，因为黑棋这个只要龙往外跑，嗯，它必然会产生很多的本身劫材。对。是绝对不会怕的，可以当成一只眼来看的。嗯。好，就那就说明白棋这步搬了点是白棋不用担心。嗯，那如果直接点这个呢？直接点这个，一看就是好手啊，一看就是妙手。这一点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只能挡啊，先挡吧。挡啊。嗯。挡，如果我们跳这个，我们先看着。跳这个。但是这个地方最好是不要交换啊，交换的话这个棋这个就没借用了。嗯。应该是还是看成这样吧。跳的话，现在你这边打是先手，王瑞没有，不是这一跳吗？哎，就是这一步棋，这步棋好棋。现在顶这个没用，顶着你管一个就是眼。对，我一冲，对，有一只眼。哎，如果他走这个，我一扑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哎，王完全正确，做出来了。他这个好紧张啊！他这个打先手，然后这一打吃接不归，对，就说明你点完后，他还是你跳的话还是有眼。嗯。但是人家可以跳这个呢，这哦跳这个好棋，对，跳这个，跳这个就不要打这边一个挖，哎单，哦不打这个单挖，对，哦单挖好手，嗯，就是只要不交换这个，其实底下白棋想破眼的话是要费脑筋的啊，对，就说现在不交换的话，其实这个棋黑棋是有一只眼。我们觉得有一只眼，打劫眼，但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有眼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就说现在这个局面下啊，确实是有可能有这种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摆了一些变化，对，有摆了一些变化，就是表明上黑棋是有眼的，嗯，对吧？因为如果说下面真的有眼，对他这个自估会有那个下法，那这完全是两样。刘晶老师在这给我们做了很多铺垫啊，对，是。这个铺垫的意思就是说，刚才摆了很多变化，确实是很妙，而且呢，最后的结论是，如果我黑棋不交换。就这么放着，实际上是至少有一只后打劫眼，就是让白棋他觉得看起来应该是有眼的，至少有一个打劫眼， 对， 对吧？后手一个就是有一只眼吧， 对， 对，可以算作是一只眼。黑棋就算可以忽略，因为有很多本身劫嘛。对，如果有一只眼的话，然后在中府再找出一只眼来，那这个任务难度会比较小，简单，比较简单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出来，就是黑棋为什么要尖这个？对，因为他显然是认为下面是有眼的。嗯。
就是如果说下边有隐形的话，它往里去，那只要我在外面做出一眼，哎，其实个难度并不大。对，对柯洁来说，他觉得这个做一只眼，他还是觉得很有信 心很的。有信心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。我们接着看啊。这个是白棋这个尖，正好是对，下在那个形状眼形眼形的上，要点上，要点上。那黑棋既然尖了，肯定继续往外走。对，柯洁其实这个时候其实看出来，他其实手段下的是非常狠的。你看，就挤完后我先捞一票，对，然后继续往，我还活到你空里面去。其实这个下法呢，就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给对手一点活路 其实这是柯洁的一种风格，他这个就是优势下他也不手他绝软，对不手软，所以说是柯洁的那个这个，我觉得是他特别强的对。一个地方。这是他现在成绩这么好的一个原因，我觉得，就有些棋手一优势的话，就有点患得患没失。错没错，他柯洁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对，他就是该怎么狠该他怎就，么喊，对，该怎么下就怎么下，就照棋下，对吧？他不是光不仅照棋下，其实往外跳，刚才不尖也是照棋下，对，他就是比那个正常还要狠，对，就一棍子就要把就你打是死，我们说这个大心脏啊，大心脏。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。双刃剑是吧？有的时候就容易这个翻车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看啊，这个白棋，因为这底下一尖啊，它都会有一些眼形。哎，对，先白点。棋先点，黑棋得粘住。粘住，现在其实棋然局已后经白是非棋常跳，白热化白了。热化就是突然间，本来我们觉得一步很焦灼，就要需要进行还后半盘观子哎。战的一个局面，突然现在变成要杀龙了。要杀柯洁的大龙，哎，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很难哈。对，因为柯洁现在拿了黑棋嘛，一看，哎，我底下有只眼，刚才我们说了啊，有只眼，那看么起来有一看，只眼，对，那么呢，这中个府我只要现在做出一只眼折腾来，出一只眼就够了。哎，可是这个，好，我们先接着看黑棋的下一手，哎。就还继续往里冲，那么呢，如果说真是照这么下进行下去，那白棋真的是没法数控对，啊，没这法有再只数控。眼，这个中府感觉总会有一只眼是吧？你要破眼，对不呀，管是走哪里，这里不是尖一这尖是对，吧？太容易了，尖挡一挡，这个跳一跳，白眼应该是能摆出来的。但是现在这个不得不说，这个申敏骏啊，确实是还是算路很清晰，我觉得啊，你看他这个看起来很冷静啊，很冷静。他现在就这么冷但静是的。这步棋呢，就是提了四个字，这步棋看起来哇，一下没看懂，怎么还要往这提？第一感其实当时我看到很多这个大家的解说的棋手啊，第一感都觉得这提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就是你为什么不往这边下呢？这不你说光是目数来说，这个并不并大不呀，大，对。不就是九目棋吗？对，但实际上呢，他这步棋是，我可以说是他这步棋是胜的李世石的精髓，哦，是叫什么呢？就突然间。好像要放弃攻击，其实不是的。他在攻击之中呢，是照顾到了实地。对，那么呢，现在呢，他不光是这样啊，不是说他单纯的目数啊，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，就是他不仅在照顾目标，就是你要想活，你要活得很好才可以。你要说如果为了活棋继续损的话，那么呢，我的实地也不会差。现在白棋现在付出代价仅仅是这里。对，他如果说这边已经获得了四个子，这边如果你在活棋的过程中又损失了不少，那么呢，白棋完全可以给你收控。这一题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部了。对，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啊，现在不还有仅没有是眼目形数了的问啊？题啊，还有没有眼形呢？刚才我们说了，这白棋这个是不能打的对，啊，这打一的话，打刚才我们对有一个点，有一对。点，点完之后，跳。哎，本来跳说跳是跳，有一跳是对，吧？就跳。现在，因为他挖这个打不成现在蛋，也有跳，现在就就是现跳，在有就是跳跳。啊。哦，不是，哎，我刚才看另一个好像也可以。并一个也可以啊，对对，你这个也很简明，对，因为跳现在他挖的话还是并这个，对，就是这个提了以后没有，这个哇消失了。消失了，对，他哇的时候它就就并回来，并过来就行了。对。那么就是你现在接他白棋有这样的一个手段，长他都是没有可以，眼并形的。长都可以，好像啊，对，长眼都形，行，是，因为这个打八士变八成后八，手了。对，八万他接着，对，因为这个一提到这里，这个打吃已经没用了。对，本来是有用的，本来这搬下去是有用的，所好，以这一提那就说黑棋现在走这个是不可以没了，眼没有了眼形了，啊。
那么要小出也是不是考一般呢？这走这个也不行啊，走这个是一家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很简明的很简下明法。的啊。那么除了这步，只能哎，说有没搬有进搬？去了啊。这一搬看起来也挺像，这应该个像也是也空是间眼很吧大呀，啊，对对。吧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就因为你走别的都是有这个眼家睛的现在不啊，行了。对。那他这一打次就先手痒对，啊。但如果底下一路一搬如果搬这个，啊，那么呢就弯一个。弯一个也可以啊，这个局部也是有一只眼的，了。这个没有问题，这破不了啊，这个眼睛。但是呢，白棋还有一个好手，揭晓答案。揭晓答案，白棋还有这步点。这一点是妙手，好棋。这步点黑棋实在没有办法，你尖是没有用的，尖他打这个，对，再接住他一接住，这个就回去了，这个不入气。不入气，如果我挡这边，这他同样搬回家。翻过，你再打没用。这个是个假眼，对，白我们棋刚才将说，就现在行这了。个虽然没有交换，但是人家先行提了，这个对，这这个是后手，后手，所以白棋巨后现在。没错。那么呢，黑棋白棋黑棋唯一最强的抵抗，这样，哎，是这样，搬的，这边有一个啊，点的时候最强就是弯这个，玩这个，那么王瑞刚才的手段就出来了啊，加一个。对，加一个，你如果打吃，我对，粘住就接可住，以了，我不用打劫，我单粘。对，这样的话，大家会突然发现，本来以为有的一只眼其实是没有眼的，那打这劫眼都不个存在。大深这里它的局部的对，算路非常的精确啊，是，就是破眼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就单提，对，就他是不是到，直接来进攻，提掉，对，你自己已经做不出这个局部，做不出眼了。对，这个提调是非常冷静的好手，对，冷手，冷手，因为走别的反而是不好破的。这个确实是很难发很现难发现，啊。这个难发现到什么程度啊，刘老师？就是在过程当中，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平台都是用这个 AI 做辅助是讲是解是，啊，就是连决议都没有估计，从它的声律推断，它没有注意到应该是这应该个，是，对吧？对，应该是，没有注意到这个局部，没有注意其实到这上黑棋是搬后白棋点是没有眼的，应该是对。没有发现，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底下黑棋没有眼。那么呢，这块棋突然就一下就非常的危险是，了，所以这个一提，这个我估计一提，现在柯洁应该看到那不太清楚他现在看到没有啊？了。反正之前我觉得从他之这个前应该没看从他到，往里尖的下法来对，看，他应该是没有注意如到果猜测哈，因为你总迟早要看到，的，我猜测可能是提的时候看到了，或者是有之可后突然能，他应该提之是。前应该没有注意。我觉得以他们这种高水平，他就当白棋提这个的时候，他肯定会脑袋哼，怎么往这里下？哎，对，他他有肯点定会困有一惑。种下意识的说，哎，这棋很不合逻辑啊，很对不合对对，常理。他就会想，哎，我是不是哪里边漏算了什是么？的，是的，哎，他一定这个地方就是你，他如果定下心来，仔细看的话，肯然后定他是能肯定能算出看来到，的。那他就肯定能看到是的，因为这个如果没有眼位的话，就是九目棋，这个对对对，那不么是最大的一答点。案就是王瑞的说法，就是如果说之前柯洁没有注意到，那么提完后他应该是发现了，哎，我猜测他是不是提的时候对对发对，现应该是，了？这一提，啊，因为我记得我好像看到这个直播的时候看到，柯洁的这个镜头啊，我看到有，我不知道是具体是在哪一手棋，就是有一段他突然，我感觉他突然很就是很好了懊恼的样啊，子，那他应该对，是发现车底下可能是有眼型的问题是的，啊。是的，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这一提，现在突现然在，发现，现在目前黑棋的大龙情况就是下面没眼了，必对，须要在这个区要域搭出两只眼做来，两只眼啊，这个难度突然变大突然变大了，尖，白棋飞，黑棋继续往还里下，是对对，做活。往里下啊。那么如果说让黑棋真的在里面做出了两只眼，活在白棋空里面，那黑棋当然是可以的，对没对有问对，题啊。如果现在能活的话，这个战果也是很大的，因为你是活在白棋的空里。对对对，好，现在白棋胡这个，这时候局部让白黑棋下，其实他一手棋也真的是也不好摆出两个眼，是。而且你将来要被白棋这种搜刮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你要活得很好，而不是说你就是不付出代价，要不付出要付出小代价这种活棋方式才可以赢棋，
所以贺姐不依不饶继续。这个还非常大。嗯，非常大，而且撑住啊。为什么不光是有木梳厚薄，对，而且是它这边白棋薄了以后，它有点有各种各样的借用的手段，其实对它做活是有帮助的、嗯、啊，并不是说只是为了单纯的木梳。嗯，白棋现在是，哎，看看这是断了一手，嗯，像是打将的样子啊。对，这地方这地方需要硬，要硬。不硬的话，这一走一般这个应该就主要出事儿、嗯、啊。啊，一般但是好手、啊这个，这个不能吃这个要对被倒吃了，他在冲、嗯，嗯，这个地方是要出事儿的、嗯，对，就必须要硬。本来平常这个黑棋。白棋往这搬，他应该还借用到这边有杀棋的问题。我、嗯、们看他这几先手，这个尖先手，那么呢，这底上上面呢，有可能就会变成先手。对，一旦他这个厚了，对这个他的威胁就更不是一点半点了。嗯、就是攻击，他看生命金的攻击，它并不是那种直线条啊，它都是非常来考验你的神经。是的，是的。那白棋黑棋就赢在这里。那么呢，赢在这里呢，有个什么情况呢？白棋这个打是先手。啊，虽然是提啊，这个提是无关紧要的啊、嗯，点这个，是吧？对，就是开始要破眼了。然后黑棋，黑棋靠，对，继续想要打眼 啊， 啊，就先提一下。对，粘上，这总是要粘的、哎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个，他断一个，他其实获得一定的官子便宜。嗯、像他说这边有子儿，他现在当然可以保留。嗯，这个接变成了先手。对， 对对。那么还继续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收气。是。现在白棋搬搬、这个要做出两个眼来有难度啊，有难度，一眼看上去不是很好做。其实我看决议其实到现在好像都是就是给出的胜率都是比较接近的，嗯，那就说明他这一代他也是有误算。对他，我觉得决议给出的胜率有接近的话，他应该是首先的误算这地方黑棋是没有眼的，嗯，这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就是他认为就算有眼的情况下这个棋还很难说。对，所以说可见这个时候这棋难度很高，难度很高。嗯，破节奏不仅要做活，而且根本几乎是不能损。对，不然的话白棋光因为他这个断这边有收息，他已经有所偏移了。 嗯， 嗯，现在棋搬，这棋搬搬做活，这现在就是考验怎么做活，这个计算量特别大，非常大。嗯，他现在就是往下来的时候，他希望是这边有一只眼，然后将来从这边跑出来的时候能威胁到这块棋。哎，要把白棋给分割掉。对、嗯，应该是这个思路。那么呢，黑棋白棋就断刺在这里。嗯，一边缩小他的眼位，一边这边也帮助到这边。嗯，然后，哇，嗯，走这个，然后一顺手一提掉，嗯。啊，黑棋白棋在这边先破眼，嗯，这是他的权利。然后挤，然后先把自己走走后。对，哎，挤的时候，现在黑棋为什么先？我看看实战，他是，顶了一手，是吧？他为什么不单粘呢？单粘上是可以啊，单粘本来没问题。他、嗯、顶完以后是将来准备打这个，这个官子有点便宜。哦、嗯。但是顶完，将来如果被人家，啊，对，那是会亏一点官子，是吧？嗯。就如果将来被白棋比如说这里粘到这儿的话是亏了，嗯嗯，白棋如果补的话，对这个，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将来也许顶完这个有接的手段、嗯、也许对这边做活是有帮助的。对对对、啊、现在因为黑棋太危险了。对对对，现在这个看起来可能有点可能损目啊，嗯嗯，但是可能是为了做活的当中，对，也许会有一些帮助，对，会产生一些变数吧，哎，就看你申敏俊是不是真的要来，对，来强杀。所以现在黑棋可能是比较危险。对，对看白棋的这一系列下法，其实就是准备要杀棋。嗯，那么要杀棋，那肯定是必须顶一个是必须的。那么看来这其实黑棋半天还是只有一只眼，这个很难啊。不好活。对，就是如果说如果正常你说先团出这个眼来，那么白棋把这个眼破了，嗯，啊、就算打的是先手了，那、啊、这个顶还是有可能会有用啊。嗯。但是白棋就往下面跳，嗯、就是如果说这样走成这样，说实话，真的也没有看出来黑棋怎么样才能做活。
就是一眼看上去还是只有一只眼，对，看起来很危险。但现在白棋肯定是要杀了，因为被黑棋已经对，破到把大本营的空对，都全就是双破方掉都了，没有退路。没有退路了。但是柯洁没有这么下，这么下的话，白棋肯定是要强杀。对，他觉柯得洁，黑棋这么下，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对，把因握为他啊。现在走这里呢，是将来是有先手的话，他还有断这块白棋的可能性。嗯，他就先柯洁是先问一问，是。问问白棋。如果先走这边的话，这个定型对，了，定型了，他这边就好选择了。是。他就想看看白棋你到底是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。对。啊，啊，也是制造头绪吧，先。但是申敏俊这步棋，我觉哎，得是判断的还是很清楚。对，说申敏俊这个还是很冷静很冷啊。静，对。现在他黑棋加白棋判断之后，觉得我可以不杀你了。对，就是说现在不黑棋依然还是很危险，还嗯，是没有活，但是呢，他已经是把实地先拿住了，对，那么呢，他已经有后路了，嗯。有后路。这时候黑棋想要就是不付出别的代价就做活，我觉得这可能性也比较小。因为现在我们看刚才说这个要找眼位嘛，就这一带是吧？可能有眼位。现在白棋搬了之后，这一带你是没有什么后续手段了。现在出路好像就是这边的只靠有一这靠。边了，而且我们刚才他这边都保留的，将来这边有接哎，先手啊，其实是对黑棋的这个隐隐约约的威胁还是很大的，嗯，只能往外靠，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。靠。白棋下的也很简明，他就搬。就搬，就冲，对。直接就冲过来，因为现在黑棋还需要去卖这个，这就太痛苦了。需要卖这个才能做活呀！如果你是不是有个冲嘛？嗯，对黑棋呢，干脆啊。既然如此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是，对，这样的话黑棋确实是可以做活了。这么火。但是，对，这活头这么活，代价就是把白棋撞得铁后。铁后，而且就对紧了气。嗯，但是黑棋虽然也吃了不少目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白棋跳这个。这是白棋的一个收获。白棋对白棋黑棋可以先手吃，哎，白棋接住，然后那么他这紧了一口气以后，黑棋只能从二路搬过。这个就确实是比较痛苦对，啊，他这先手接住，黑棋吃回来，哎，这样子呢？黑棋是已经大龙做活了，但是黑棋付出了代价是什么呢？现在白棋我们看白棋已经连得非常厚实不说啊，这边而且已经把这边子给连回来了对，其实他吃到的步数，他可能没有这边多，然后这边也白棋又把这个空全部围了，还提了四颗子，嗯，嗯，这白棋的攻击其实已经获利对，了，接关键下他的来。获利的情况，关键还不止于此，嗯，现在他还有接住，黑白棋这一粘，这个突然觉得这个确太实严厉太了。严厉了，因为不走他去爬打劫了。嗯，而且看这边冲过来之后，这个气啊，黑棋被紧住了。这外围对，他两边成了一就个是如果黑棋对杀。正常要应这边的话他这边先走完，嗯，先定型。定型，然后这一尖，第一尖，哎呦，这就个。比如你正常这样的话，他这一挤，这看起来就不太乐观，对，这个对杀。白棋就简单的就跟着下因我为们来白棋看。手里还拿着一个劫对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情白况。棋最不济，白棋还可以打一个打劫是吧？赖对，皮劫。他就走在这里，走在这里，黑棋如果嗯。硬收气，收气，那么呢就收气，就因为这个是攻气总要收的，嗯。收气，白棋一走收气是个紧气劫，是个紧气劫，这对，不那这黑棋肯定不行了，这个是白棋是白来了。这个对，摆来一个劫，还不做外面全部被收紧，对，那就这个死了白棋也没关系，对，损失不了多少。白棋有点无忧劫的这个意味在里边了，对，所以这个非常的严厉就是这边有景气以后白棋这步接，嗯，非常严厉。这一接，现在黑棋已经非常难办了。对啊，就本身不走，这下面底下一爬也是一个劫。嗯，这时候黑棋先冲这个。
但反正不无论怎样，黑棋先要把白棋这个尖了几个手段先给防对住，对对对对吧？这边就是再说了，对，再说了，是，因为那边直接一个景气劫肯定就不行了。是，这眼见的是进气劫。对，先冲了段。啊，看看这个黑棋为了就防止这样的手段，他又在这边，你看这两个其实是跑不了的，但是又损相了。当于为了延气是吧？对，没办法，嗯。所以然白后，棋这边又有收获了，黑棋搬，这时候必须要补这边了，本身也大。所以白棋可能下着下着已经不用出棋了。对，确实是这样。这个，但是黑棋现在这一系列的下法，黑棋应该都是可以说无都没奈办法，很啊，无奈。无然后奈，白棋先挤一个，看看黑棋的应手，那肯定要接住，要这三个接，不能掉。对，黑棋来接，嗯，要求还继续的要给你杀气，嗯。是，然后现在黑棋应该是跳这个，嗯，黑棋现在因为走别的都不太好，他跳一个是先手。我们刚才说这个团是一个要点啊，就是一个杀气的要点。对，哎，这个棋谱我们请。导播帮我们调出来一下啊，到180手后面没有棋谱。嗯，这个那虽然没有棋谱，但是可以预见得到，因为嗯，他现在首先要主动。这个跳是先手，不走的话，他这一拐，现在走这个的时候，他这应该有一个拐的手段，所以这样的话是黑白棋是不行的，走完了他正好可以一路搬，这个棋谱应该后面还有吧？还有，那么呢，如果说是正常是会走成这样哦，啊，好了，看到了。正常是走这样，然后黑棋要把这个要点给卡住。对，这个现在应该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下的。对对对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发现，黑棋为了避免这个，那么现在可能应该是个缓气劫。哦，从紧气劫变成了缓对 气对，劫。是缓劫，那黑棋应该是不用太担心了。嗯。嗯。但是呢，他为了这个首先一个缓解呢，这边损失了很多，对尤其对这两对，颗子死了以被后白被拐棋。吃在这里。拐吃了，补了一这手。不光仅仅是现在白棋这个退也变成了先手，接哇，下来就马上要搬。这个被搜刮这个肯定还得硬，跳，对，然后白棋把这个给挤，嗯，所以他这个不靠，说损失还难说，因为不靠的话，白棋也不会走。白棋把这个给，因为不走的话，这个打吃完一接住，这个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也还好不。有先手八目啊，很大，不是还好，先手八目还是很大的，这个。但是他可能先走的时候是可能是个后手啊，是，那边因为太大了，嗯，白棋把这个先手八目给占据了以后，黑棋现在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了吧？黑棋提这个，这边是一个先手味道嗯。啊，白棋吃，保证那个下方没有棋，这边是将来是什么情况呢？如果说要想出棋。比如说走这个，立下来，立这个，这个是，然后再贴这个，看起来好像还是挺有味道的啊。然后白棋可以先把这个铺掉，先把它就全部都先打，把棋打紧。这样走别的它一提不行啊，只能接住。然后把这个接回来，这边是无论吃在哪里啊。嗯，再吃这个，这是先手，真是，学上，再搬这个，搬这个啊，啊！王老师现在看看王瑞嗯，怎么上？又要考我死活题啊！这个点一个吧，是，点一个，点个接住的话，一接下面是说不出言对，的，那么嗯，他走这个的话也比较简单，对，冲一个打冲一就个行打了就行，啊。好，那么呢，现在这个局部是黑棋是进士对，都没有棋。没棋。你这个下法是黑的也不行，孙铭钧这时候因为手也不软啊，是呀。手不软他就是吃在这里补，嗯。黑棋啊，那么呢，现在这步打吃也是一步很大的关子，哎。现在要90，看看。白棋把这个接住，是吧？没有，啊没有啊。嗯，白棋是走哪儿？白冲，棋现在，
没有什么有很在哪大的里？应该关注。交换了一首，看看啊。立下来，哦，对，立。就是至少是他立收五目的一个官制啊，就是不走的话，他当然也是立收五目，对。又安全。黑棋往外接，这个然后白黑棋棋搬这个，搬。结束。这个呢，这个冲不成立，而且你不走的话，它有扑了扑。对，它单粘。单粘，白棋把它接住，就是可以说是把这个最后的毛病给补掉对，了。补得非常的结实。黑棋走这个跟交换一手，这个是应该就是本局的应该是最后一手啊。是的，就是说这的。盘棋，我觉得这个目数来说，我就是应该是不用再给大家再数一下目了，对，因因为从这个进程来说，我们看到白棋是，为这边控基本上都守住都了，守是住了，而且守得还挺大。现在大家看看，从这全部都吃进来，四颗也踢 掉了，对。这边也都吃掉了，这边还有点目这数，里的全部都连回家连了。回家了。对，我们看最后黑棋的。这个里角里这个里边是一个缓气劫，是哎，吧？这就算是不要打这个缓气劫了。即使都算是黑棋的对，就是控黑啊。棋，就是以后就是收气肯定要收的，是。就把它踢掉。那么黑棋就是这块棋还依然是差不多的目数，所得的就是多了中间的空。那么呢，这个将来这个地方一路搬的话，大家会发现这地方这个目数这个会萎缩的非常厉害。对，所以这盘棋最后结果是申敏俊是中盘胜。那么对申敏俊来说呢，现在就把比分追成了1-1，对，哎，明战天平很关了。键，明天呢，也就是决会胜局了，迎来一个决胜局啊。应该说对两位棋手都有机会。是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见证这个柯洁，是吧？获得第九冠获得是他的吧？自己的第九冠。啊，那么好像啊，现在他这个柯洁赛后还有一段这个采访，我们也很想去看一看啊，听听柯洁是怎么说的。今天是不是没喝冰咖啡啊？有可能。今天这个棋主要是，哦，我主要还是看错了，我以为那有一个眼，好像现在发现有一个眼都没有那地方啊，我对，有错觉出现了。就左边是吧？对，这个错觉比较严重，到后面才发现的时候有点晚了，对，那看来确实没喝冰咖我这主要是棋有点问题，今天再讲讲这个今天这盘棋大致一个过程意义。前面感觉自己形势还不错，但是后面出现错觉以后，然后突然就觉得小心是不太行了，因为那我在原计划，我那个地方我以为有一只打劫眼的，后来发现是一只眼都没有，他不用打劫的，然后所以说这个地方判断出现失误，然后棋就很难下，然后后面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，我觉得。觉得那个什么，这个申敏俊今天发挥的怎么样？今天这手下的很好，能赢我肯定是很好的，对吧？所以今天反正对自己的发挥不是很满意，好像有一个地方一直出现一个错觉，就那个原来一直以为是有一个半打劫眼，哎，这个棋还是状态不是很好，还有问题，那我们接着明天就要决胜牌了，有信心吗？五五开哈，没什么信心。主要今天出现的确实比较低级的失误，我现在还在想着那个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失误。好，谢谢，加油，明天。刚才看到柯洁的这个访问啊，好像他也是说到了，确实是在这里他应该是有个错有觉，错觉，是吧？跟我们刚才因为从他下法来判断，应该是一致那也是可惜了。在这个第二局没有说一鼓作气2-0拿下这个自己的第九关，但是这个对棋迷来说是件好事啊，都大家可以多欣赏一可以盘，多欣赏一盘棋啊，而且这个。让韩国棋手多赢一盘嘛，什么也没什么不好。不过这个第二局从这个内容上来说，我们觉得与其说是柯洁下的不好，我觉得反而是应该说是申敏俊下的好。真的是，就说第一局啊，柯洁赢得非常顺利啊，对，就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大师好像水平不过如此啊，会有这样的是，错觉，这个错觉不行，不要不得啊。从第二局里面就可以看到，其实大胜尤其在后面那个进攻的手段，真的我觉得是可以写入教科书了。你看而这个各且，种先适应手等等嘛，然后又是攻而又
不一定要非要杀你啊，这种。而且他在第二局这么一个背水一战的心理压力下，他还能，你看下了很冷静，很沉稳，而且在这种提啊一些收缩啊，而且判断的也非常的精准，精准对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任何的对手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当然柯洁确实是因为忽略了这个。如果说他知道这个地方没眼的话，应该下法肯定是会有所不同。那时候其实还是，两分的一个局面啊。是的，是的，也是算是比较可惜吧。嗯。不过刚才从这个局后的采访，我看柯洁好像也是迅速调整了状态，是吧？没错，没错。也是坦然面对这个胜负。对柯洁来说，经历了那么多次大胜负，对对，这都不算什么。对，我觉得是，一个优秀的棋手，他就要有一个这个大心脏，对吧？没错，没错。那么明天呢，也会是 LG 杯的决胜局，最终也会产生一位这个 LG 杯新的冠军，新的世界，新的 LG 杯冠军。因为他们两位啊，不管是谁，都是第一次第一次拿 LG 杯的冠军。那么这个悬念呢，也会在明天揭晓。好啊，明天同一时间呢，我们也是会在这个天元一期频道3:30继续为您直播 LG 杯的决胜局。好的，那么今天感谢刘晶老师做客演播室，感谢围棋界的女神。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再见。